烫哎，小心！现在我帮你接，很好吃啊，很好吃。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小香，我是小杨，我们今天就要吃猪，吃猪。五花猪，好期待！很多五花的猪。桃园 ATT 这里呢，有一家韩式吃到饱，吃到饱、欸。对，它其实最便宜的话只要399，哦，很平价、啊。学生证我们没有啊，对，我们只能毕业了两年，对，我们只能两年，好不好？三年好不好？延毕有对不对？我没有啊，用500块就可以韩式烤肉跟火锅吃到饱，还是很平价。很平价、啊、就是不用500块啊，除非你有学生证，就是你去弄个学生证出来的话，就可以399了。不能学，不能教，我们可以去办那个国际学生证之类的啦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对不对？是吗？可以吧？算了，我们为了399100块。那叫做阿猪吗？有没有看到韩式烤肉跟火锅吃到饱？平日限定。对啊，你看399啊，学生证啊，本人啊。然后那个如果说是中午的话是439。对，然后晚上的话就是499，其实还很 OK 啊。我俩，那刚刚我们看一下清一色，全部都是年轻人。我们也是，可能我们里面最大。没有啦，我去问了，问他 ，Hello， 我拉18，丢脸，好吗？这边是他的那个。火锅吗？算火锅吧，火锅区，火锅区，其实它料蛮多的、啊。哎、欸，这超酷的哎、欸，这什么？整只的，那个是大玉米还是小玉米？好像是小玉米，比小玉米再大一点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等它剥皮出来就生姜汁。等下吃看看。它蛮多，它这边还有那个鱼板甜不辣，泡菜。这边跟旁边一样，一样藏盐房，藏比较多，看起来比较多，两边是放一样东西，没有人多的时候藏比较好拿，哦、好聪明哦，很可爱，哎、欸，来这里。小汉吃到饱，然后这是基本盘嘛，海带芽，然后还有这个是豆芽，黄豆芽，然后这个是泡菜萝卜，然后跟泡菜，还有水果，还有水果还不错。泡菜炒饭，这个泡菜炒饭感觉很赞，对。然后旁边还有那个就是那什么韩式冬粉吧，对不对？是韩式冬粉，就是我们如果一般在那个韩式街头的时候，他们就市场里面都会有那种就是可以叫冬粉，跟通常那边的都非常咸，很恐怖的咸。这个看起来颜色很正常啊，这颜色看起来很正常。然后还有这个海鲜煎饼，对，还不错，吃到饱的哦，今天要吃到饱的。还有饮料区，对，还有饮料区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先去那边开锅，然后准备看吧。对哦。我首先先介绍这个好了，就是他们那个起司，不能把这个木材放上去，要这样子放，然后它有点类似那种搭配式的方式啦，就是搭配式，就是我们吃完肉的话，它可以这样沾。我觉得他们蛮贴心的，就是除了怕你会吃腻，所以它还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可以吃。这上面它的点菜单，然后它是有分第一轮、第二轮、第三轮，就是你结束之后，你可以再跟他拿要张新的。我看一下，它光是肉就有烧烤猪肉。烧烤牛肉、火锅肉片、海鲜食材，所以说有梅花猪、猪五花、牛五花、牛板腱，然后起司也是每桌免费加，可是每桌限两份，对，那我们现在只有一份而已。然后火锅肉片的话就是这边啦，你看这个叠成跟山一样高的火锅肉，超多，对，然后还有虾子跟蛤蜊，这是有调味的，这是有调味的，来吃，辣味。蒜味跟椒盐，辣味跟蒜味的椒盐，我们来吃看这个好了。辣味先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吃。
好好，哎、啊，你们吃吧。哎、欸，那个是什么？那是牛吗？那是牛吗？这很大片哎、欸，好像是超大片哎、欸。烤一个这个，很大。这个滋滋作响，很可以，而且我们放蛮多的哦。他们就是还有很多鲜食菜，好、oh, 的，就是怕腻的话可以包菜。那个旁边的菜剩两片哦，这个还有菜，这个还有菜，剩两片，来，菜在这里哦，一人一片。嗯，其实你吃这种韩式，通常外面吃到多少钱？吃到饱哦，好像没有吃到饱，好像没有吃到饱，都是单点。有八色烤肉，对啊，我觉得剪开让这边再熟一下。人家都说这人太邪了，哦，滋滋滋哎，这声音可以，搜一下那个声音，你说这个吗？那是你的声音。自己配音。我要来吃了，我要吃了。好，我跟你讲，你要整个这样吹蕊，吹蕊啊。哦，你觉得这样才有那种营养均衡的感觉吗？哦，肉跟菜一样大。对，肉跟菜一样大，吹哦。有烫哎、欸，小心。那我帮你接。很好吃啊，很好吃。我觉得它有它是原本就有味道哎、欸。肉原本就有味道，而且肉原本就有味道，它什么酱汁啊，好好香哦。那是牛还是猪？真的？它有分无调味跟 BBQ， 我看应该是 BBQ 口味，它上面有那个酱，很香哎。再烤一块。嗯，哎，我帮你吃掉是不是？对，没吃到，想吃。很香啊，你看它超香的，难吃可以放走了。大家还有别的？好，你吃那个辣味。哎，等一下，没有这样。有啦，这个就是要这样吃啊，一口这个一个，对，来，走，好。再咬一口，这个太酸了啦！等一下都这样吃啊！好了好了好了，到底谁这样子？你去问韩国人，没有，这是直接吃的，好不好？我、那个好像不辣，这是糯米浆，这不会辣。嗯，这个是健康的，不喜欢糯米。没有啦，因为他们真的韩国人都这样配着吃，他们除了配这个，这样很有一个深深的。这样是对的，就是不要，就是不要解腻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不要太腻，就配这样吃。他们是配这样吃的。我们要吃起司口味的辣，小心哦，你小心。哇，好。哦，再来，我断了。哦，可以，小心哦，烫。行吗？这盘2500卡。回去，很爽哎、欸，很好吃。我觉得它的辣不会很，应该不是你不行的。对，它味道它，我觉得它调的还蛮适合大众口感的，很 OK。哇，这个好吃。而且我们现在很豪迈，直接拿其他准备，吃太多了。这叫做棒棒糖，巨石棒棒糖，最好吃。OK， 我们都可以做给年轻人。好，把这里吃光。看这一片肉这么大块，还在冒烟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这么大片肉？很好吃，哎、欸，这是辣的吧？这看起来很辣啊！来烤这个，哎、欸，我觉得烤的刚好，超嫩的、欸，是不是？超好吃、欸，这个价钱很合吧？那个酸民如果再给我，没有，我自己消音。你看你不多好吃，很便宜嘞，很好吃哎，500块。对啊。到500块，嗯，你搞到一个学生证的话，就是399。没有教什么，没有教什么，这样吃蛮酷吧？萝卜包在肉里面，然后把它卷起来。我跟你讲，就是要想办法吃那种创新口感。有没有看到？好帅的，有加热过的。啊，我们问到服务员了，请问我烤这个是什么、啊？那个圆的吗？对，这个是牛板腱。那圆的呢？那圆的梅花猪。哦，所以我一直以为是牛哎、欸，猪肉，所以这个是独家猪肉比较嫩，这个吃起来真的超嫩的，对，有另外独家配方腌过的。哦，可以告诉我独家是什么吗？我帮你打给老板。好，拜托你了，我以为你是老板呢。好，我要吃哦，这个是牛板腱，所以我这个是猪哎、欸，那它超嫩哎、欸。那如何？我吃。没有，你要配那个萝卜，好吃，等快。很好吃，真的，那萝卜酸酸的，嗯，
然后萝卜汁很多，很淡，完全那个汁插在一起，那个肉汁跟萝卜汁插在一起，好吃，好吃，可是可以一直吃，就是不怕说你会吃腻，很 OK。我觉得可以就创新吃肉，这个猪可以再来一份，嗯，这个牛也可以再来一份。您刚吃的是牛，好像这个猪啊，这个猪，这个是牛，对。然后我们旁边这边还有那个火锅。就他们除了烤的之外，还有这种火锅。你刚刚火锅，哎，蛤蜊超大颗的。噔噔，好啦，今天小象介绍这个是阿猪妈。来，如果说是跟人家聚餐的话，我会带他们起来吃，因为我一直觉得烤肉是个蛮有互动的。我觉得可以这样烤。就是如果说你怕跟一些人出来玩比较尴尬，然后怕会没话题的话，就是可以选烤肉，因为就是。哦，蛮有道理的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我跟你讲，真的已经开始跟人家很尴尬，不知道去约会或是干嘛的时候，你不知道聊什么。吃那种排餐很尴尬，哎，排餐就完全就是吃完之后就开始抢话题啊。可是这种话就是，我喂你吃一口，你喂他吃一口，今天可以来桃园这边 A 三楼这边阿猪妈吃韩式烤肉跟火锅吃到饱。为什么要不学我说话？好了，喜欢小象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有开小铃铛，下次见喽。喜欢小羊的。没有地方按，拜拜。